注意关注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啊！那么这一集啊，咱接着来啊，看这个经文啊，在一百七十五页啊，这个文是解释观佛啊，宣有大师给咱解释要安怎来观。 啊，第一百七十五页尾啊，算倒转来第四行啊，最后一句看起，是故应当一心邪念，提观比佛多德阿克多阿罗诃三藐三佛多，想比佛者，应当想相。 这是解释这一段，教好咱观赏的方法，即个讲诶真清楚、啊、那么咱甲即个文念、啊、一遍、啊、一百八十页呢，尾啊算到第二行、啊 第四段、啊、第四这段念起，讲是果应动下具三福德以来啊，就是咱读者念的即一段经文，证明如见所益，亦是利益。 专注必行，颠转相教啊！这两句是宣读大师在本经里面口口不心的劝难。专注必行啊！你专心啊，以这个方法修行，必定成就。 咱自己成就了，一定爱搞这个发文啊，不再看多别人，都坚转互相去传播。咱自己得这个好处，爱搞这个好处，教别人。 观观彼佛也，啊！观都大将观阿弥陀佛，啊！观想的方法在下面，啊，请看这个文：将想彼佛者，得见成就，言先当想想者，定数观境。 啊，从哪里观起呢？从互相想起。接着看第六段。啊，从开目闭目下。啊，自入关江中以来，这一段经文证明遍观圣相。啊，教互咱观想。 佛像的方法啊，那么避开目睭，佛像在咱的眼前啊，目睭开落来、啊，这个佛像也是在咱的眼前啊。那么观的像啊，这个佛像最后是家己来选择啊，或者是雕塑。 诶，非常啊，雕刻诶，啊，或者呢，这个泥啊，去塑塑作啊，或者是呢，彩绘佛像啊，这个彩绘啊，爱画的庄严啊，就是爱甲迄个三十二像，八十张佛啊，画出来，咱记着啊，心欢喜心。 见到这尊佛像啊，心、啊、欢喜心，时时刻刻唔好离开啊！这在以前啊，都相当困难了啊，要请一张佛像啊，唔是真简单，除非家己画。现在容易啊，厝内面供个佛像啊，你若提起相机。 啊，去甲摄落来啊，做成即个相片啊，互相个相片啊，一当做卡做定位啊，随时呢，啊，看个落袋啊，啊，可以请出来看啊，随时都可以看，未去个未记个啊，科技发达啊，对咱有真侪方便。 啊，对咱修行人来讲啊，也带来真侪便利。咱现在学堂内面讲的佛像印了真侪啊，咱花种种装学会呢啊，也印过佛像。啊，那一个阿弥陀佛啊，这个彩绘佛像啊啊，咱来印未少出来流通啊。那最近呢，啊，还有做出即、这个。 方便呢，啊，也使更起来，啊，那个出国旅行，啊，这个携带也真方便，啊，所以出门呢，啊，咱在在身边，啊，随时可以来看这个佛像，啊，那么当到厝内面呢，搁再看到这个佛像，无论在虾米。 时候在虾米处所啊？避开目睭啊，目睭看落来，互相拢会当协前啊！一定爱安尼管。下面为咱详细说明啊，即有技术啊，这都是讲說,說,说明啊，有四个独立啊，一。 明心素为疑，暗自开合，见一金相，数现目前，相足，初相。啊，那么这是第一条啊，甲咱说明啊，即、這个心始终为疑啊，行诸诸恶。 啊，咱目睭咧八开合起来啊，记着一尊金色佛像对吧？前常作图像啊，对、就是，讲咱常常做即个想法啊，这个观想，为什么？教咱常常安尼想呢？常常想佛像啊，如果。 你无想佛想啊，你对胡思乱想啊！你无想佛想啊，你就想别项。啊！啊，想别项呢，想别行代志难免啊，就是胡思乱想啊。那么胡思乱想，你一定会去贪嗔痴慢。胡思乱想是无明，贪嗔痴慢是烦恼。 有处可滴，相相相互相是破利益啊，破这个无名啊加烦恼，这个利益就大了啊。以及咱烦恼妄念起来了，马上个念头啊转到互相顶面啊，这个想为互相过啊，立刻。 把烦恼梦想啊，含服掉控制掉的，这就叫功夫的力功夫什么叫力量？梦想关照，把烦恼辅助啊，这就力量。有处可敌呢，啊，想想 互相啊，都亲像军队咁快啊，练兵操演，妄念烦恼一起来立，入刻念佛，观想就合住了啊！这就叫敢若修剑啦啊！善加上供，不怕念起，只怕隔敌啊。 念起是虾米？是烦恼、梦想、现前毋免惊啊！这是正常现象，无须特别失去啊！一那未现前，那安尼汝就幸福了啊！你啊免去管想啊！啊！你是欢呼、欢呼梦想，当然会现前。 啊！即现前立刻功夫用着，马上就结束消毒了。啊，这就对了。这是真正修行啊，所以会当修佛相啊。虽然无真清楚啊，心想诶是相术诶相啊，这个相术的是啊，才会。 啊，咱个再看下啊，你明技能关相相即束有做出即相简化做相相在相里做啊，你关键的相一定有做出 啊，如果是徛的呢，啊，或徛在莲花上，啊，要徛在处所，即香前花座，啊，像香在顶面里坐，啊，像这个佛香啊，在这个花座顶面坐的，啊，你观赏佛是徛的香，啊，坐的香拢可以，啊，那么咱佛堂啊。 啊，供诶，即个佛像，有坐的，有徛诶。啊，那么无论是徛诶还是坐诶啊，拢在莲花顶面。啊，所以叫做观像化坐。观像化坐帮助咱意志一中，心不散乱。啊，像即、這个。 初观相的时候呢，啊，咱冇想真多，啊，心想碎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少容易，啊，这个互相较少，较细尊啊但初初的观啊较容易观得起来，啊，心容易集中，冇需要想真多的这个相，啊，咱冇看你多的心量。 不出来，想色尊的相啊，想一寸、两寸、三寸啊，想这个相啊，整个精神容易集中，然后慢慢啊，这个这个相啊，扩大。想莲花也是如此啊，想想水，经常也是安尼教难。 容易成就三昧。我只句话讲，中国人常讲功夫成片，容易得功夫成片。将功夫成片往上提升，就是一心不乱。所以爱有方法。啊，搁再看第三条：三明想见想主意。 心眼即开，啊，心渐渐定落。心眼是智慧，智慧开了，智慧从哪里开？从清净心里面开的。你心里面妄想少，烦恼少了，所以烦恼轻，智慧长。 这是一定的道理，所以智慧啊开了，署明心眼既开，即见金相极必极乐，诸庄严树，地上虚空了连无界啊，可见得相，上爱清清楚楚。西方世界非常复杂。 庄严嘅环境，啊，拢真正现在安全，啊，是爱智慧开则见得着啊，都像禅家所讲嘅明心践行，践行之后，即、这个境界渐渐显现咯，啊，如果都一讲，咱看着西方嘅世界状况，啊，都亲像咱。 闭起目睭，看眼前嘅图像这么清楚，那你就心内明白，你见性了。如果唔是见性，你看迄个相是相似嘅，啊是含含糊糊，并唔真清楚。啊，如果看呢，啊，甲咱亲像，即物目睭闭开啊，看眼前。 这个事物这么清楚，还是见性，是性的现前所以人有见性无见性，无需要问别人，家己清楚，家己明了。经读多了，就知影这个境界。经典的作用，在初学时修学的依据啊，教咱修学。 真正成就了经典的功能，是甲咱做证明啊！如果咱的境界啊，甲经常讲的同款，咱就知影即个境界甲诸佛如来所证的无二无别，依旧，互咱做印证的作用。有观想自心之法。 一如简说，就明先道大师曾经讲过：“啊，观想自心啊，修学原理未使未记，爱专爱精啊，上惊就是怀疑、急杂、间断。 啊，这三项有一项都不能成功，决定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简单。下边教好咱观法啊，这个观相啊，这个观呐相当密实，将定一一相记啊，将或者无减定相。 啊，或者头壳顶啊，五根顶上啊，从即、啊、个上顶面往下面来关啊，为顶啊，啊一直关落来民啊，面眉互相啊，即个互相是必可啊，著是两支。 目眉门啊，根到顶啊，就讲咱即个目眉啊，即、這个目眉中啊、這，即个，啊，那么有两支互相啊啊，迄、啊那个门根到顶啊，迄、那個、叫鼻孔啊，那么为迄个佫关倒落来？关目睭啊，皮啊，喙耳孔、眼项颈背手掌，眼就是眼痨。 啊，都、就是这个暗棍啊，这个行都是暗棍啊。那么肩胛手背、手指啊，肩胛这个手啊，手针头啊，由头心向上，向胸背、财阴、经气、传脚啊，这是往下面啊，下半身啊，那去向。 关上，往下面关，啊，一直嘞关到卡降啊，个卡底，啊，这个千轮是卡降啊，咱的卡底，这是教咱从上往下关，啊，这个损关，啊，这个损关。那么翻到邓来呢，咱从下面。 管到上顶面也可以，啊，你要为骹底呢啊，先管啊，那么一定管管到头壳顶也可以，但是一定要有厝地啊，袂使呢，一骹骨啊上头，一骹骨啊上骹啊，一骹骨啊上即、這个即、這个胸坎啊，跳来跳去，即个袂使啊，即个不可以啊，即就错了，所以一定是厝地管。 啊，胃顶面厝底一直关落来，啊，也是胃骹底一直关倒去哩，拢可以，但是一定爱厝底，啊，厝底关着着咯，后面讲逆顺主心不久必得行呀，啊，逆着、啊、是胃下关倒起，顺就胃顶啊关倒落来。 啊，这个逆顺之心啊，毋免偌久必定得到成就。啊，这著是拄则甲东修讲诶原理，著是教咱诶心集中在佛像顶面，细心搁在观察。啊，使咱嘅妄念烦恼不兴。十六观经是用即个方法。咱现在修行无采取即个方法。啊，这个方法。 的确是真美色，但现在拆除的啊，家属健康上人啊，教大家读诵《复说大乘无良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》啊，那么以教大家用读经的方法，效果完全相同。无良寿经对现在人来讲，分量。 都还好，未伤长也未伤短。如果出声念，重年念得精进，大概也爱一小时。啊，你这这讲当中，一小时不打妄想，不起烦恼，都用这个方法修行。如果你一旦念两遍、三遍，都更加好。你念的遍数愈多愈好。 当然，读经也甲观赏共款啊！这个厝地未使点读，一定来按顺序啊。如果是工作真无闲，刚开始连读一部经的时间都无啊。咱再去选择无量寿经的第六品四十八愿啊。暗时啊啊，咱暗课选择第三十二到三十七。 读念即两段，即两段是全经诶精华，全经最重要诶部分。有时间啊，搁再读其他诶经文啊，安尼好。啊，现在呢，咱将即两段编排在咱课上本里面啊，咱即个《净宗调布课本》啊，这是咱选无量寿经。 教下多半用读经的方法，中文用参究的方法，十六观经是用观佛相的方法，观相的方法。啊，方法无共款，目的完全相同。啊，众理言旨拢是修甲正净，有佛心及化作。 保地顶必须上下通关，连十三关中，出保地、保花、经商、顶关最要，要有嫁人即嫁出发，但处一发生者，与关即自然了也。 这就是一形一切形啊！不但是观想能成就，读经能成就，甚至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对当万万成就啊！咱在现代往生端里面看着真多啊！有人啊，一生伊德修持一句阿弥陀佛，也能成就。 天台地驾大师全经讲，主一心修者，乃不可思议三观。十观之总体，一部经的妙钟就在这段经文。由此可知，这段经文实在是十观的中心。下面呢，教咱观。 观音世子，晋位菩萨啊！咱看经文啊，这个经文啊在一百七十来页啊。那么，咱这个礼宝呢啊，咱拿礼宝对面看这经文了啊。正面经文呢啊，咱就星雕啊，看这第三行，为第三里看去，见出俗意啊。 见此书，就是见到西方，极乐世界佛像以及伊依报庄严啊！见到之后，修当定作一袋莲花，在佛祖边。如前莲花定无有一啊！前面讲佛祖的莲花，菩萨座的莲花,的花一，甲佛座的莲花，共款。 大小公式拢共快，并无有异啊！修做一代莲花，在佛右边啊，这是讲佛像的左右啊，在佛的右边右边啊。想一观世音菩萨相左坐花主。做做化做 作金色如前无异，上一代世智菩萨相左右化作啊，这就是互相观行之后呢，各在观阿弥陀佛左右两大菩萨，观音菩萨在右，大世智菩萨在左啊。讲初相成时。 佛菩萨上解放光明，其光金色照主波丘啊，佛放光，菩萨也放光，佛菩萨放金色光明，即、这个光照叫波丘。下面这一段经文非常要紧，西方三圣教化众生，同经一定是一点。 这是标三法，三藐万量，一一树下亦有三莲花，诸莲花上各有一佛立菩萨相遍满彼国。真使人怀疑啊，西方世界遐尔大，往生诶人遐尔多，啊，咱到西方世界。 哪有机会见到阿弥陀佛，卖讲北韩台北区人口并无算真济啊，地方并无算大啊，个人一旦特感觉总统见面讲话呢，安尼就想西方叫做世界人口，比咱即个世界毋知加偌侪倍。 无办法计算。阿弥陀佛，观音世尊菩萨啊，咁应付去啊，咱去到西方，什么时候才会当各佛菩萨见一面？那么在咱一般诶人啊，难免有这个疑问啊。那、啊、么、啊、这段经文。 啊，都将即个疑问解决了。啊，原来呢，佛菩萨无量无边的化身遍满几国。啊，每一个人面前拢有一个化身，化身甲真心完全共款。换、啊、一句话讲，啊，逐工见面，时时见面，时时刻刻都无离开，这不可思议。今日咱遮科学虽然进步， 啊，电视啊，会当摆在咱的面前，但是呢，咱看电视啊，只当看到伊，伊看未到咱，啊，伊甲咱讲话，咱也袂当问伊。啊，总是遗憾的代志。西方世界不连都东西啊你啊，化身甲真心完全同款，也就是讲，宣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唔免怀疑啊！一到遐就见阿弥陀佛，就见观音世尊啊！人人平等，个个拢有缘分。即一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，这只真正满佛普度众生诶，大愿，也满众生念念希望见佛求法诶，愿望，拢圆满。 啊，这是西方世界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。初向行时，行者东门，最牢光明。啊，你见到佛菩萨之后，啊，你一定同时见到依部庄严。啊，一定接触着独顶说法，最牢奉供，晓得。 最老叮当的说法啊，唔那音声微妙啊，啊，极波丘啊，这前面讲的波丘中严，你也记了。妙音、完音解说妙法啊，这是重妙教啊，拢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唔是真的特性。 迄个地方无特性多，讲实在话，连天两多也无啊。那么一般讲啊，无三恶多啊，有连天两多，迄是方便说啊。真实说咧，迄、这个地方是一真法界，下下变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该足，解作菩萨。 咱在大经内面读到真水啊！无光呢，下三品往生不是菩萨，一部一个讲法是平等的法界、啊、不但该做菩萨，而且该做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是通名，凡是宣告西方极乐世界。 拢是普贤菩萨，啊！因为该修普贤大数之德，啊，或者华严相讲：“菩萨不修破现行，不能完成佛道。所以成教西方极乐世界，拢修普贤行。换一句话讲，是五十一的位处啊，十信位的普贤，十住的普贤。 十行也破现破散，十会相也破现破散，十德也破现破散，顶觉也破现破散，啊，都是这个意思。啊、那個，迄个微处无共，拢是叫破现破散，拢修破现行，是破现法界，所以真正不可思议。出定入定，行门。 妙法啊！立定当然，这个境界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啊！出定这个境界也无失掉，也清清楚楚听到，也恍惚见着。行者所闻出定之时，一气不暇，所以念珠在珠。 心内面真的有佛，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古德讲的有净土啊。一真的有，有那有不生的道理啊。心内真有净土，决定往生。灵意修多罗合啊，六不合者名为妄想，六意合者。 名为初相见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段经文是，教咱辨别下境。修道路是经典。啊，你所观想见到的即个境界，啊，一定要甲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合。啊，迄都无错。啊，你是正观。 如果甲经典上所讲的无哈迄就是梦想，迄是下观。因此，在修行之前，经无色为用诶，净若无色，一定打梦想。经一定爱真实啊！你则袂观错误啊！如果观熊 咱做一尊佛像啊，对于佛像每一个部位，心内清清楚楚，记得真仔细，一点啊也不会错乱啊。这个观相叫帮助啊。那不会为呢？观相观形啊，依这个佛像一定不相言啊。你佛像嘅做法。 讲、啊、到呢，啊，咱即嘛做这个佛像诶方法，现代有一寡艺术家，啊，即家属、健康上人过去曾经见过，啊，那么伊要做这个佛像，啊，但是呢，即、這个艺术家呢，伊有伊诶看法，啊，伊感觉古早人做佛像呢。 伊跟咱人诶相也无共款，啊，人耳孔，迄耳啊若有遐长呢，啊，长到到肩胛，啊，头毛呢那卷起来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有一寡做佛像诶艺术家呢，啊，因都、就是将这佛像啦，甲做成一般迄个人诶样。 啊，这个想法就错哦。啊，那东是佛像啊，那是人像啊。古仔人做佛像啊，一据做像大梁经啊，这大众经啊，有这本经啊。是佛讲的。啊，他、就是讲那么雕刻还是画？ 诶，泥塑木雕诶，佛像，拢好啊，按照即部经讲诶迄个规格、迄个标准去做啊，这叫标准啊。目的是要甲佛诶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做出来，教人见到佛像，见到胳膊，想着我安怎样修因。 啊，所以佛像是表法的，啊，未使做一个，就像咱世间诶美男子诶像，迄错了、啊。一定爱八，啊，爱知影伊表法的意义，啊，爱甲佛在经典上讲诶相应、相合、决、啊、如果与经典讲诶不合，那安尼你所做诶，毋是互相啊。 啊，无标准，咱来知影。以前啊，做相甲现在人做诶相无共款。啊，做相虽然是古道诶艺术，啊，在古早时阵，当时真诶有高精大德啊，在边啊之多。啊，甚至真侪幅相是有修持正果诶出家人做诶。 这是真正内涵，啊！真正不得教育已经到一定相合。如果无合，这是梦想，无合啦，这都大梦想。讲六以合者，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啊，是为相向名第八观啊，这第八观。 即一句总结，即一关诶名称啊，即一关啊叫上关啊，关即诶，佛上啊啊。那么，再看下边经文：作是观者，度无量亿劫生死之罪，以现身中得念佛三昧啊。不熬一句。 啊，经文是讲观上的利益，啊，这利益拢是真实的。前面讲的灭罪，啊，灭生死之罪，啊，拢是讲外做大劫，啊，即、这个地方是无良劫，啊，可见得汝往后面灭罪功效，汝是超过前面，所以减轻。 诸佛灌顶大师讲：所有一切罪业、一切经法，都不能消灭的。有一个方法能消，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第十六观，最后一个。越往后面去，灭罪效果越殊胜，越大。 大家轻视这个念佛法门，轻视这句阿弥陀佛是大错特错。所以，伊虽然念，效果不彰。为什么呢？信心不足。如果真正明了事实的真相，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效果，确实不可思议，能灭一切罪。 啊，那搁再看经本啊，即、这个一百八十三页啊，尾啊，算来第二行啊，即、这个经文看起。佛告阿难及为提：，初向行意，此动定观无量修佛心向光明啊，这是十六观的第九观。前、啊、面是观相啊，即、这个地方是。 观佛的真心呐，啊，头前是甲咱观佛相，那么佛相观行是相属诶，啊，要么是真心啊，那么这个第九观开始就是甲咱观他的真心啊，搁再提升啊，进一步。请看下面经文：阿兰当知，无量寿佛，心如八千万亿夜摩天。 莲瀑潭金色，佛身高六十万亿，若有他行河沙有损味甘别苦，游旋婉转，如我苏弥山。佛眼如树大海水，青白分明，心如磨矿，烟出光明，如苏弥山。彼佛完工如。 百亿三千大千世界，一万亿中，有百亿那由他形菩萨化佛，一一化佛，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，以为事者。啊，咱先念这一段，真心啊，甲前面的佛像差别真大。这是讲阿弥陀佛的。 布心呐，咱在无量寿经里面读过，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，心相拢是依照阿弥陀佛模样化现的，迄、这个地方拢是化身。看到阿弥陀佛的心相啊，就看到凡是去往生西方大众的心相。 啊，一般讲，这种现象一定是圆满菩提，才当正的。菩萨以下，绝对不能回避。所以西方世界人，即使下品往生，也当得到平等的依正庄严。啊，净部是身体，啊，依部都是生活环境。 啊！已经甲佛同平等啊，这是难性之法啊！今次菩萨拢唔敢相信，这个难性之法也是西方第一殊胜之处，是他方一切诸佛世界内面所无的。咱悟到这个法门啊，是在达得庆幸。 无必要费真长嘅时间，无必要受真侪辛苦，一生修学，便能证得，这是这个法门嘅事实，所以十方赞叹，从经文内面第一看到佛身上的颜色是金色。實在讲金色，唔是咱会当想会出来，啊，咱今日看到金。 是即个世间诶黄金啊！佛在此地甲咱讲，伊迄个金色有一点仔，亲像夜摩天降诶阎浮檀金啊，迄、那個、决定是咱世间诶黄金公，公式会当相比啊，咱即个金啊，亲像有一点仔亲像啊，但是如果甲夜摩天诶黄金一比呢？ 这个颜色就太差了，啊，大概就像干那黄金啊，甲铜同款啦，啊，甲这个黄铜斗阵无办法修毕，啊，可能这个披露啊披露未到，这节的时间到啊，咱就讲到这，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